2020年2月20日12时20分至2020年2月16日12时50分，现将相关要求通知如下，请所有碑林区铁一局家属院西院九号楼居民居家隔离观察，不得外出，请严格按照要求早晚两次测量体温，并认真填写西安市隔离观察区域人员情况登记表，请于2020年2月2日